第16题，将铝还原的反应是如下：假设拿破仑三世需要纯铝27克，请问至少需要准备多少摩尔的氯化铝？原子量，铝等于27，氯等于35.5。我们看到方程式写成这样，又表示我们如果有4摩尔的氯化铝加上3摩尔的钾，就会产生1摩尔的铝跟3摩尔的氯化钾铝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有27公克的铝，那它的有多少摩尔呢？那我们晓得我们的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会等于摩尔。你的27克，它的原子量27，就表示有1摩尔。那么从方程式看到，我如果有这里有1摩尔的话，那么这里就是需要4摩尔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需要准备4摩尔的氯化铝。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至少需要准备多少摩尔的氯化铝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4摩尔。